原标题：李登辉老糊涂，反对两岸一家亲却挺柯文哲。海外网12月2日电，台湾教授协会今天2日中午举行募款参会，台独大佬李登辉应邀出席。由于台北市长柯文哲的两岸一家亲言论曾引发独派不满，主持人现场搞调查，请反对两岸一家亲的举手，李登辉闻声举手。主持人又问现在谁还支持柯文哲，在大部分参会者没有响应的情况下，李登辉成为了少数举手者之一。台媒对此大呼奇怪，反对两岸一家亲还支持柯文哲，李登辉竟然如此自相矛盾。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，当天的募款参会独派大佬史明、时代力量黄国昌等均有到场，李登辉与史明都坐在主桌，主持人称有500人与会。尽管李登辉糊里糊涂又举手反对两岸一家亲还举手支持柯文哲，但对于2014年是否投票给柯文哲这个问题，他倒是没有跳出来点头。对此，李登辉幕僚解释称，李的户籍在桃园，当然不可能投票给参选台北市长的柯文哲。李登辉赞柯文哲可当大卫，柯文哲别害我。若说如今94岁的李登辉乱举手表态是老糊涂，但实际上早在2014年柯文哲在台北走马上任时，李登辉就曾赞赏柯文哲有魄力。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，当年柯文哲一上任台北市长，就拆除了忠孝西路公交车专用道，还为教育政策杠上台当局教育部门负责人。对此，李登辉就夸奖柯文哲有魄力，选举时做的承诺有说就要处理，这是应该的，还说医师性格友好的地方，并希望柯文哲要谦卑冷静忍耐。2015年初，李登辉与柯文哲曾在一场活动上同台。李登辉最早抵达会场后，在受访时说，柯文哲台北市长做得很好，像这款人应该做行政院长，做台湾地区领导人，这样台湾才有办法改变，不然都是老想法老观念。稍晚到场的柯文哲听闻此言，反倒面带尴尬，连说不要害我。柯文哲唱两岸一家亲，民调曾胜蔡英文。今年7月2日，柯文哲在双城论坛开幕致辞时提及两岸一家亲，对于两岸一家亲是否可以代表台湾民意的问题，柯文哲表示，两岸一家亲比一家仇好，如果合作有利于我们，就应该合作。论坛结束后，旺旺中时公布的政治人物声望调查显示，比较柯文哲、蔡英文、吴敦义，结果柯文哲满意度高达 37%，远胜蔡英文的 15%3% 和吴敦义的 14%1%， 甚至高于另外两人的总和。有评论借此认为柯文哲是泛绿阵营中最能处理两岸关系的人。不过台湾民嘴邱毅早在2015年就曾撰文批评柯文哲难掩黄明汉奸心态，指出此人一是酷爱权势，二是铁杆台独，且是李登辉两国论的信仰与追随者，三是不折不扣的黄明对日本殖民统治存在尊崇产于的奴性。以大嘴著称的柯文哲确实曾飙妄言，我们要用软实力说服大陆接受我们的观念。他还说，我们这里最棒的云门舞集早就补贴他们去大陆演出了，我们要让大陆觉得我们更高级高尚文明文雅。对于柯文哲以及李登辉等人的言论，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曾指出，台湾有一句时髦的政治术语叫装睡的人叫不醒，李登辉等人就是沉迷在台独迷梦中的那个叫不醒的人。但是世界发展大事，两岸发展大事，注定了他做的只能是黄粱一梦，顽固坚持台独主张，破坏两岸关系发展，离间两岸同胞感情的险恶用心已经引起了两岸同胞的强烈愤慨，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出卖民族利益者绝无好下场，终究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责任编辑：张迪。